全军出击。进夫，先学个抠。325移动速度，哎呀，这移动速度有点低呀。为什么是卢仙上单啊？我真是没想到啊，给我玩不走寻常路，换人了。行啊，卢仙 Q 一下。我们打的卢仙还真就不是很好打，他的单线能力跟我们的单线能力属实我们是没法比啊。好好补刀，到中期了一套把他秒了，出完分离者加上那个魔切就是我们的强势期啊。抽一下，我很开心，战胜邪恶，生活美好。从中间抽，他进攻性不是很强，还好。两个 AD 上路站呢，这是。赵信要来了，但我估计他可能有眼儿，这里有眼儿，可能这里100%有眼儿。W 一过来 A 一下，他带的是虚弱，注意点啊。抽一下，平 A W A 一下，走位还可以啊。我们也去插个眼儿。W A 一下走，不能打了啊，吃个药来。这卢仙这英雄也不好杀呀，我把药吃了。因为我这小黄毛吧没有办法直接上去找他打，我不一定能打得过他，如果有小兵的话。抠一下，这个抠可以。那俺俩就慢慢浓吧，你浓我浓，我浓一浓，你浓一浓，反正他进攻性也不强。打不溜，寡妇哟，蓝不太够用了。我总是很欢迎新的想法，我的抽一下，点一下，如果我们升六啊，进草丛试试能不能直接大他一手。没动，可惜呀、啊，他也没啥蓝了啊，没关系，俺俩慢慢玩。
划。对的，我当然有计划。留个 E 的蓝差不多，他也没蓝了。抠一下，再抠一下。听起来很危险，算我一个。不知道他在没在草丛里边啊？他没在草丛里边。秒有大，这兵线不太好往位往对面推呀、啊，推一半我估计他应该就来了。我把这个车补了，我们走吧。OK， 撤，回家了。2000块钱，这2000块钱啥也不够出的呀，这魔种。这样出吧，先来个这个，然后我们搞一个西地海。再出一把长剑，找一瓶药，差不多了。从来没有碰到过用魔法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魔法嘛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要用魔法来打败魔法。划了他一下，这卢仙是真猥琐，我发现。来劫来了，我上！难死啊，兄弟，这个手里干可以啊。我吃你两层塔皮，我感觉我这波能秒他。我试试啊，我讨厌偷这个字。我们来尝试一波，我差不多能秒他。人没了，我们法师把这个叫做啊，他去中路报仇去了。那算了吧，回家吧。要被秒，我 R 完以后 W 接个 EQ 接点炎，一波技能正好他死，而且他这波没虚弱，是我们的一波机会。不过他跑中路去了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只要是废墟，我就有权。来来来来来。这致命点炎，抠一下平 A， 抠一下 A W A， 哎我操，怎么吃到中间了呢？哎，这不应该吃到中间啊，早知道我闪一手好了。我先不吃中间，刚才这一波正好我往右边走一下，是一波物理伤害，勾引一波寡妇过来，抠死寡妇，失败了。失败了呀！
闪现肯定是能走，刚才，但是我觉得他伤害不足以能杀得了我。绝地翻盘正是我的特长。抽一下，抽一下，我帮你打个峡谷先锋啊！哎，我还不知道 W 能不能打这个峡谷先锋。哎，我现在周围湿漉漉、黏糊糊，而且周围全是水质。啊！我靠！哎，这卢仙这人怎么一整老没呢？你玩个卢仙上单跟小黄毛打，害他妈没死我！你说，哎呀，玩的真膈应，真是头痛啊！跟你玩游戏是真闹心，我吃你塔皮，真累。还得躲着小黄毛打。我都没见过，这波我们可能会死啊，寡妇可能要来了。我不管了，我吃他打皮了，我们马上就无敌了啊！虽然这个寡妇哎有点赖军呆追了，但是没用。我玩的是后排英雄，分离这2250。有点贵呀、啊。算了，我带个扫描这把。绝对不能在被拖上巫师法庭。理论上说，我并不能合法的持有这只手套。寡妇不就是切后排的吗？是啊，让他切我，我把他打死。他不就没用了吗？有毛病吗？我的车，学着点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抠啊，非常的不容易能抠得出来，这个抠简直了。中，没中绝，打不了扣，别着急上啊！这波好像问题不对，扣一下，后可一波，打不了扣，一走扣一下，致命点燃，闪现打不了扣，平 A， 扣一下。算了，溜了，扣一下，看起来好像很疼。打不了扣，一走，扣一下，再扣一下，再扣一下，再打不了扣一下，再扣一下。哎，你把他杀了。
我的车，我的车，我的车！这可以不追啊，不用着急，慢慢打。把他上塔先拔了 ，nice。高德赖克，还高德赖克了呢？啊！蛤蟆应该打不了吧？哎，我不去，哼。抠一下，往左走，一走。走呗，抽一下，这他妈怎么这么多人儿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1亿个人儿，红给我留一下，兄弟们。应该甩个大啊，看能不能打得过。好重，我甩到了。走，打个红的，队友全死了。啊！哎，我就说不对劲嘛！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，天生就有这样的血统。我总能抄近道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不太敢上啊！等一会儿啊！甩大 ，Q 一下，爬爆了 Q 一下，再 Q 一下，一 Q 一下 ，Q 一下。女警死了，哎 ，W 扣一下，一过来 A 接个扣，全死了。小龙，左边扣，我想知道寡妇搁哪。下路收兵，哎，寡妇，哎，这寡妇没打死，挺难受啊。女警，先把莫甘娜杀了，把眼儿排掉啊，把眼儿排掉，没关系，嗯，没关系，把阿邦就扣一下，寡妇是没有大的，再扣，一点烟，把阿邦就扣一下，完了。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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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才这波有点狂妄了啊，有点狂妄了。当我 E 上去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完了，我就知道完了。
买个针眼儿。俺们家寒冰是 AD 吗？俺们家 ADC 九级啊，我的妈呀，这 ADC 等级确实有点高啊，这 ADC 等级高的有点离谱了。 W Q 一下 Q 一下给大来一 Q 平 A Q 一下，好重，一 W Q 一下平 A 再 A。哎呀，给个人头吧，兄弟们！安全的路就是无聊的路。这寡妇什么意思？他跑得好快啊！你跑得好快啊！打大龙来！这650啊，才这寡妇咋那么便宜呢？你好便宜哦！你也不贵，那我肯定不是我说的便宜，你就得说一句你也不贵，就非得要跟我干一下子。哪里有天堂？嗯，哎哎，完了，给我狙了，来个破败吧。如果这个女警刚才啊是走过来的，我们可以把她秒了。我大招接 WQE 才应该是死了。九头蛇呀，我先不出九头蛇，我先出这个，这个东西带减速的，我得来个这个减速。红 buff 是不是让寒冰拿走了？哎呀，看能不能甩几个冰给我。走出门，带个家园守卫，等我，兄弟们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有些人说我是英雄，这是他们说的，不是我。不过这话说的挺逗。咱先扫一下 ，W Q 一下。Q 一下一走，再 Q 一下，再 Q 一下，那寡妇我刚才有大他就死了，伏笔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少50块钱，大一手啊，甩一下。你们上吧，这我就不上了。先拆打吗？俺们俩先拆打，别管他们。这女警有意思，我一上来点她一下子。Q 一下。那寒冰能点过他吗？来一 W 就放 Q。Q 死点燃 A 一下平 AQ 一下 AWAQ 一过来 A 一下 Q 一下，攒个 E 啊，
一下，抠一下，扫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眼儿啊？等一下啊，这莫干辣可以杀，跟我来来，这莫干辣可以杀，大招 W 抠，你给我来 A 死，靠我点盐。你说你临死你也不放过我，你还得给我一个点盐，可恶！我讨厌偷这个字，我会说解救或者获取。寡妇这不来了，一打把鸟抠一下，再抠一下，蓝拿走。这个蓝咱就不要了啊，给他结吧。这后期呀、啊，还得这 ADC， 你看见没有？回家买一个塞瑞尔达的怨恨，刚刚好。九头蛇一会儿出，下一波再出九头蛇。就我不想出九头蛇，我这把想出一个水银什么的，我出个水银能挺厉害。九头蛇没有用，我有破败，我还出九头蛇干嘛呀？先扫一下，看有没有眼啊？为了有眼，把眼拍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现在应该干嘛？应该立刻推线 ，Q 一走 ，Q 一下 ，W 的 Q 一下 ，Q 一下。我们去远程 poke 啊！队友死光了，去远程 poke。他有狂风之力啊，小心点。哎呦我好痛。神狙击打野也太疼了吧。啊，神狙击打野也太疼了吧。这么痛啊。下一件装备我决定出一个蓝盾。蓝盾怎么出？我不出九头蛇，我要出蓝盾，一换二，哎，一路换两路可以接受。我们龙魂了，来，冰心啊，我看冰心行不行啊？冰心可以，冰心来个冰心啊，出一个冰心。又能加减息地，又非常的幼，这寡妇哪里来的？唰，一上来先杀女警，先杀女警。W 柳 Q A E， 把龙拿了，龙魂了，咱可以打个大龙。其实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大龙咱打不打？
我现在周围湿漉漉、黏糊糊，全是水。先把中路线给他推过去，打大龙来。对面下路兵线很差，我们直接开，开开开开开开开！你回家干嘛呀？我们扫一下啊，看寡妇来不来。没来，冰心2350。你信哥，这钱都给我呀！我谢谢你，信哥。这女警啊，这是真脆呀 ！Q 一下 ，W Q 一下，再 Q 一下。我们别着急上啊，我们一上来 A Q， 我们等收割。知道吧？身为一个 ADC， 一定不要着急上，拿钱。直接把他秒掉，剩个晚猴，这晚猴除个小破黄蜂之力没用。我们家没有女人。